来看一下这边的卡斯罗哈，这卡斯罗得有两个多月了。这个大哥家的卡斯罗哈比较贵，它都要两三千，要是真正的拿的话也就两千左右，反正得1500来上啊。看这老大哥在睡觉嘞，咱也没必要把他喊醒，喊醒他的话咱也不买。看这些漂亮吗？这是正宗的卡斯罗哈，脸上带一点点褶子，但是这是老板的，这不是那种肉嘴的，短嘴的贵，这嘴长的就是战斗力比较强。看各个骨量还可以，现在又两个多月，没睡觉，这大哥没睡觉，还有眼呢，还有眼睛睡觉嘞。那啥价嘞，大哥？2200，2200啊，进不进不？我没看，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，不是你的狗呗？是的哦，狗多没看。好家伙，这大哥心胸那个比较宽广啊，不管公母，反正都是恩爱。哎呀，看看这些狗狗啊，哎呦，这有多少天啊？63天，刚两个月哈。他家是专养卡斯罗和这个中亚的哈，这个比较壮一点，稍微壮一点的就好看一点哈。他要2200，我问他最低价多少，他在打电话哈。那个中亚也不错，咱问问价格啊。简单的，你看大哥晚上要喝一点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看他家这边中亚，哎大哥，中亚啥价？一样钱。你给我说个最低卖价多少行吗？后来有两个单子，后来拿你了，少多少钱不卖？2000块钱。那人家都是1600-1700，你看你那个价不？不一样东西，价格也不一样。不一样的东西。双叶桐的卡斯罗。是你的双叶桐的吧？带证书了吗？证书搁厂了，没完蛋。你说这些都带证书？对。哟。都能办。还是没有证书。最少多少钱，哥？你给他通完话，合适我就直接弄一个，不合适我就走。通完话行吗？三级了，1800，少了不卖。三级少了不卖，1800。这卡斯罗这是老板的吧？这是血统的。血统的。对。血统的。卡斯罗不分新老板。哦，卡斯。新买的串子。哎，大哥，你这卡斯罗它能啥呗？做了几滴疫苗了？三次做完了。三次做完，那行，两个月，驱虫的。驱虫两次啊，哦，驱虫两次。现在有多少斤了？16-17斤，没撑过啊。这里边能挑出来几个好的，没有很孬的这里边。哎呦，你看，这嘴巴宽，都是一波1234567，这一波生了8个呗，是吧？带了一百，这一波生了多少条？生了10来条。哎呦，果然卡斯罗的那个繁育能力比较强。生了10来条，我们这个沛县本地养卡斯罗的哈都特别多，养真正的好卡斯罗的不多。这个大哥家的卡斯罗不错，那天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他家也养卡斯罗，那天在他家拿了两条，有一个是1600的，有一个是2400的，新买的都是嘴巴短的啊，比较贵一点。行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啊，来关注一下，有喜欢卡斯罗、中亚、大型猛犬的哈。可以关注一下我啊。